是防守了、哦、恐怕在进攻上面，当然在下半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进攻也是蛮积极的了，不过就如同球评来说的话，就如同球评刚刚所提到的、其实他们射门的机会射正的次数其实并不多。对啊，又来了，球又进，哇哦，这应该是哦，又是又是陈生伟，哇，哇，真的是状态来了，连进两球啊！我刚刚也提到呢，上一轮对阵名传的比赛，他个人演出帽子戏法，打进三球。这场比赛他又已经打进两球。那事实上，他今年赛季呢，也是只有打进这五球而已，所有的进球都是在对名传的比赛当中所打下来的哦。对，那所以说基本上啦，这个就是。应该算是他们的个人的技术能力啊、哦，还有应该算是这个经验的一个累积了啊、哦。没错，你可以完成这么漂亮的射门，然后又取得进球。说真的，把握能力是比较好的一方啊，台中福图罗，这个才是他们应该有的一个水准了。好，所以在下半场的陈生伟也连。